選手各位領隊，剛才精彩的表演咧，睇到我都好入神啦。我本身係唔識乒乓球嘅，但係睇到都令到我好緊張。特別咧係頭先啊，中聯辦副部長、協副副部長專程由搭飛機過到嚟我哋會場入邊咧，為我哋主持頒獎典禮，並且係作呢個嘉賓賽。很開明派明星子同埋蘇西士主席，頭先嗰個嘉賓賽咧就別具意義。同我哋嘅冠軍喺球桌上就建立咗友誼啦。係啊，今日嘅比賽咧，我唔能夠唔講起由去年開始，大概都係呢個時分啦。咁我喺其實喺我哋嗰個婦聯咧，就有一班婦女，佢哋喺家庭當中咧係言外狀，喺工作崗位上咧係好出眾嘅。咁亦喺乒乓球桌上高咧，亦都係英姿煥發嘅。咁就又為呢個原因，咁我咧就邀請咗阿廖太廖兆彪女士。就希望佢支持我哋成立乒乓球小組，女子乒乓球小組。咁啊，廖太咧一口就已經應承啦，就贊助我哋全年嘅活動經費。咁令到我哋呢一班婦女能夠喺多個平台上發亮發光。喺每一個星期一過去呢一年，每一個星期一下晝嘅1點至4點咧，都會喺呢一度練波同埋培訓嘅。咁我哋嘅小組嘅成員除咗係接受訓練同埋練習之外，其實佢哋都好積極參加好多個比賽嘅。喺我手上其實有張成績表，咁我都趁呢個機會咧，要同我哋嘅贊助人同埋各位嘉賓交代一下我哋呢個小組嘅成員過去呢一年嘅成績。咁我哋呢班成員咧，其實咧佢哋喺呢一年當中咧，參加康文署全港18區嘅分齡賽之一，就攞到好多好優異嘅成績嘅。咁讓我喺度一介紹一下，就係陶玉英，佢咧就攞到屯門啦、離島嘅雙打冠軍、北區同埋東區嘅雙打冠軍。跟住麗萍，陳麗萍就係油尖旺區、灣仔區嘅單打冠軍、東區嘅雙打冠軍、北區嘅屯門同埋雙打冠軍同屯門區嘅單打。蔡少梅 Nancy， 元朗南區離島嘅雙打冠軍、深水埗嘅雙打亞軍。麗慧 Wendy， 尖旺油尖旺區同埋東區嘅單打冠軍、北區大埔雙打亞軍。犀利啊！袁建芳阿 Keep， 九龍城區單打冠軍、北區大埔雙打亞軍，佢而家係遠征緊日本啊！Laura， 我哋球會嘅幹事，北區雙打冠軍；朱美妮 Sasa， 深水埗區單打亞軍；方慧珍 Jenny， 屯門區雙打亞軍。我都唔知道自己數咗幾多個區啦，18區當中應該都有10幾個區都有贏嘅獎項啦，係咪啊？好啦，多謝曬我哋咁多位球員，多謝曬你哋。咁除咗廖太大力贊助我哋全年經費之外，喺今日嘅比賽入邊咧，廖太亦都係好支持，咁咧就係贊助我哋今日成個比賽嘅。咁其實喺今朝早咧，係阿李慧芬女士曾經嚟過雙打嘅冠軍，咁亦都係前香港嘅女子乒乓球嘅總教練。佢嚟到會場，佢已經覺得好興奮、好開心，因為佢話見到香港其實好少有全女子嘅團體邀請賽嘅，好少有嘅。咁好希望我哋呢個廖兆彪飛一咁好聽嘅名，呢個冠名能夠喺北區能夠成為一個品牌嘅活動，繼續為我哋婦女乒乓球嘅愛好者提供一個展示嘅平台。再次多謝今日各位嘉賓啊，黎林啦，各位領隊啦、建議啦、主力嘉賓啦、我哋嘅區議員啦、我哋嘅籌委成員啦、我哋秘書處咧做咗好多工作嚇，好多謝你哋，如果唔係今日嘅活動唔能夠可以成功。今日各隊嘅選手其實大家都係贏家，因為咧你哋喺呢個比賽當中咧已經係賽出咗水平、賽出咗風格、賽出咗友誼，多謝大家。咁啊，林麗芳主席、黃麗體會長、鄧開榮，你做北區辦事處委員會主席搞哦，鄧開榮鄧先生，還有權北區高級聯絡主任主管，咁啊亦都話我哋有北區民建聯嘅支部主席姚永議員。
咁最重要一個咧，就係、是、今日能夠成功舉辦嘅，佢就係人物，就係廖兆輝總，謝謝。金融議員咧，廖興賢咧咁樣，佢哋係好支持我呢個活動。咁頭先聽到林主席講咧，今日有16隊，總共80個球員參加，哇！的確係一個好一個盛事嚟嘅。如果全部女性有咁多人一齊喺度打乒乓咧，會多嘅。因為過往咧，我喺呢度咧都同每間乒乓球會咧，因為租場啊，亦都係主禮嘅。我相信有啲人都見過我噶啦。咁啊，但係呢、這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咧，其實就好多嘅北區婦女聯會嘅。而家北區婦女聯會咧，我哋北區裏邊咧就做咗好多婦女嘅工作，主要係喺佢嘅生活上面咧，更能夠透過社交活動或者係其他嘅班組嘅訓練啊，咁使到自己嘅生活更加美好。亦都咧就喺上高教子之餘咧，今日舉辦活動咧，主要就話我哋女士咧。除了做我們正確工作之外，一定有好的體魄才能夠搞得我們的家庭更加好，是吧？所以呢，我今天這個乒乓球這個比賽活動呢，就是目的，就是使各位女士有精沛的體力，有更好的精神，去為我們自己家庭，為我們自己地區作出動力和諧。最後呢，我祝大家都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Gracias.
打。